好久不见的《终极动员令》系列终于也有新消息，宣布要退出手机游戏新作啦。继承了系列的世界观，在这款《终极动员令：宿敌》中，玩家将要扮演 GDI 或是 NOD 两大组织的指挥官，运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各种部队，与对手展开一对一的对决。预告影片中可以看到 GDI 使用奥卡战机和炮兵轰炸，而 NOD 则不甘示弱地叫出了坦克和防空单位来反击，并运用招牌的专机科技和核弹获得了胜利。影片的最后，光头领袖凯恩也再度现身。喜欢《终极动员令》的玩家，你有兴趣在新平台上为你的组织效力吗？